半，这有个休息站，去上厕所。我的休息站，反正就是 head west， 盖一栋，让你上厕所。Take the ramp to I-70 west。然后再有一些地方你可以，买一些 vending machine 投币啊，吃什么可乐还是什么鬼的。你上厕所不？嗯。下去喽。今天早上挺冷的，所以我穿外套。车子还可以，那个前面是大卡车，大卡车停另外一边，这边就是小客车了。现在在印第安纳州，也挺干爽的。刚好就不会湿，也不会有蚊子。哦，那应该就是印第安纳州的图案了。